害。我来劈成，只搬三件事：找去我库，找开宝箱，落地看看门还在不在。在的，在的，随便试一把重火力武器，我们直接去盘铁门，然后和你们对一下暗号，我看看有谁还不知道。Come on the way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门。你们猜猜，我这当过牛弹炮，几发可以打开铁门？还有，我真的糊了，你们这些电压大队别来了，别搞这些正能量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啊，真香！啊，真香！ OK 啊，我们看看里面都有啥：三级头，两个榴弹发射器，这也太白了。这么强的军火库位置，我给你们标出来了，想去千万要避开啊！你干嘛？找到一辆，溜了溜了，赶紧去下一个军火库，这次用榴弹发射器。看看里面都是啥。可以，反爆符，机关导弹和我喜欢的 RPG， 真香。再来完成第三件事，开宝箱。嗨，我又来了。哎，我是第一个，这次应该还可以。小心看我这个人。无人机四连，梦想的火箭，开着去溜了。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南美小子，我将开完所有军火库。